来分享一下是邓紫棋的《光年之外》，很流行的，也是一部那个新剧《星际旅客》，对不对？对，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的这个《星际过客》，《星际过客》电影的中国版主中文版主题曲。对对对，它的中国大陆电影叫做《太空领航者》。对，太空领航者。你好厉害哦，有做功课。没有，因为我上次讲大陆的那个电影名称嘛，对，好像没有人知道。太空星际。星际旅客，过客救人之道。对，因为台湾叫星际过客，所以是我的错，不是你们的错。OK， 那我们就再来这首歌啦。光年之外，掌声来点鼓励吼，拜大吼，把你的热情拿出来，谢谢。Thank you.